大哥，你快看，我发现了一把宝剑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个宝剑看起来可真厉害呀！哈哈，太好了，你们两个在这儿，赶紧变形挖掘机和铲车给我把门口的大石头挖了去。什么？大石头？我们才不会帮你呢！把你家门口的大石头挖了，你又可以随便出来干坏事了。不帮我，那可由不得你们了。看我的，变！ 太好了，快点帮我把石头弄走！哎呀，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咱们两个怎么变身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我的贝雷亚黄昏控制了你们。好，快跟我们走吧！啊，哥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想走呀，哥哥。等等，谁在说话？是我呀，黑老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谁呀？我要把门口的大石头弄走。哈哈，不可能，那大石头就是为了防止你做坏事的。看我的！ 兔子，怎么会是你？喂，老黑，你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还想出去干坏事？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开玩笑呢，我闹着玩，别抓我。